欢迎收看《混蛋厨房》第9488集。大晚上12点干嘛呢？这是？我把我老婆弄醒了，让她看一个世界上最神奇的疙瘩汤。这是疙瘩汤底料。嗯。刚才我偷偷小声已经说了，这是我煎的香肠。然后呢，还有煎的西红柿酱。楼下楼上房间里都能闻见香味儿。那现在我们干第二件事，把这小火啊再用，加水，现在可以。像开一个这样的这种涓涓细流，就是肾不太好的那种人，嗯，的那种水流。啊，给你啊。哎，走开，进去，出来，进去，出来，多进一会儿，出来多搅和一会儿，然后你不能停啊，就一直在搅，一直在搅，绝不能停。嗯，所有的秘籍，好吃的秘籍都在这儿。哎，你看，发现了吗？嗯。有那面具吗？嗯。拿着。小颗粒的那种。对。我平常弄的颗粒都太大了。对。你这时候得把自己当成一男子人。怎么说？细吧。啊。不停的在搅，不停的在搅拌，对吧？太累了。哼。这绝对是一体力活，我跟你说。你看。嗯。看出来了吗？嗯，都是细细的面疙瘩，完全没有那种大疙瘩。是蛐蛐儿。嗯。咱这叫面蛐蛐儿汤。嗯。不是面疙瘩。嗯。呼哧带喘的，这能让你多喝两口。就是聚聚到什么程度呢？嗯、没有干面了，看到吗？看到了。看到了。嗯。散了。你看，这全是面聚聚。继续，为了好吃的。嗯，这是秘籍，一会儿还有秘籍呢啊！别停，哼一个就开了。什么调味都不用加啊，现在就是西红柿、香肠。油炒完了以后，什么调味都没加，汤一开就下面具了。我这反手了。嗯，这已经境界了，然后肚子都咕噜叫了，一股脑全下去，然后你猜那脚，嗯，千万别快，嗯，就跟刚才一样。而且我看也是小范围的搅，对，把自己当成一个南方人，西特西的那个有逼格的，就这种。看到吗？嗯，就成酱汤了。有秘籍吗？就是打鸡蛋啊，嗯，就一
定要有一个感觉，就是能把它打出浪。哦，那位置就卷起那个浪。对，位置什么时候出现那个鸡蛋味？感觉都能把液体鸡蛋拿出来了。要看有泡泡，有位置，还是加油。好，继续打那个位。用点手势让它变成蛋。吸我。一会儿你看，还有另外一点，就什么才是一道完美的疙瘩汤呢？就是这个，啊，这也有味道啊，啊，味道就来了。鸡蛋液味，然后这时候别拔底啊，还是这种搅拌。一直得搅拌着。对。深夜厨房实在是，啊，太馋人了，特别特别疯狂那种。嗯。哎，怎么样？黏糊了已经。嗯。黏黏的。这时候开始加盐了。嗯。叮叮，然后现在没有小孩吃，胡椒粉，没有小孩吃，就得放大量的胡椒面，这么多，可以出一出汗，嗯，睡个好觉，正好适合下雨天啊，嗯，看这个要快点啊，嗯，就完全要给它们融在里面。要有快有慢，快慢结合，才能达到那个真正的那种疙瘩汤的境界。这个时候到疙瘩汤最重要的地步，嗯，来拍这儿。我们要从这个大火，嗯，从这个大火转到最小火，嗯，看看，让这个疙瘩汤保持那种勘察加泥浆泡的状态。嗯，泥浆泡的状态是吧？就小咕嘟着。对，小咕嘟的状态是最好的状态。然后这时候就看啊，完美的鸡蛋花儿，通过这样的爱心，我对你的爱就是这样被搅出来的。看到了没有？搅得我肚子都叫唤了。看到了没有？神奇的鸡蛋花出现了，买一块鸡。小小的，还是那种拉丝的，嗯，滚过，哇塞，太香了。然后这个时候，嗯，你可以做一些任何的绿色的东西放在里面，都可以，对吧？就用最小的火，嗯，保持一点温度，放大量的。哇塞，这你能吃？吃到这么多菜真是不错啊。这个最重要的就是搅。嗯。蜜鸡又来了。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，来，看，这是没有牌子的，就是。这种蛋奶酱，嗯，我见证，我觉得全世界做蛋奶酱最好吃的就是韩国人，买韩国人做的牌子都一般不错。
超美味吧，太满足了。我跟你说，就按我这个做法，火候掌握成我这样，绝对世界第一。就你用这秘方，绝对能开一网红铺子，就卖这个。一种来自于亚洲与北美洲的合璧，使用了来自萨克森省的小麦，又加上来自埃尔伯塔省的猪做成的香肠，用 BC 省的葡萄籽油煎成了这绝世美味。冠以鱼香，熬制，最后形成了这锅完美的，我这不能叫疙瘩汤啊，我觉得超越疙瘩汤了。